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妈妈，咱去踩点吧。那咱就先去踩点。行，走。我们俩就是怕看日出的时候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就去踩一下点儿，把地方定一下，我们俩就特晚出去一趟。咱走着去吗？走着去。行，走。今天早上车是咋拐的来着？等一下，是这边去海边吧？是这样走吗？啊，海滩，姐，这里。他在行走，行。哎呀，谢谢，谢谢你。哎，我先量一下位置，如果明天能不行，咱不行也行啊。是这边吗？是这儿，是这儿，直走就行，直走再右拐。好像很近。哎，这不就海边了吗？这就来了，就很近啊。你们要不要下去看一眼？走。这是这样的，不是，那边是不是呢？哎，那边是吧？哎，是是，就那儿。啊，我这个行。哇，不是，咱就说这个餐厅也都比今天去的好啊。啊，这叫什么事儿啊？就是那儿，那有人。这行，在这儿看日出好吗？刚好有沙滩。但这不是沙滩，这个像是一个泥。就是这也。不是不行，但也就不是特别那啥。哎，你说那儿呢，爸爸？就那儿去铺上，你要不要去坐感受一下？坐这儿。不，这都不用铺了，它有小木凳儿。可以可以。哎，对不对？那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所有人坐在一块儿，就是这边仨，这边四个，就这样啊，不挺好吗？看日出，哎，是不是？啥都有了，这样你看就行。哎，行，就这儿呀、啊。等到一早上，可能那边灯都关了，这边都没有亮的了，都黑黑的。早上太阳一出来，你觉得呢？可以，那就这儿呗。行，就这么决定，太开心了，当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回去呢？我来查找一下那个酒店叫啥来着？维拉玛拉。哎，奇怪，你看，对，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地儿。算，原路返回。这是不是奇怪的很？反正这条路也不绕，走过来就五分钟，也不远，对吧？回去五分钟。嗯，这好像我以前艺校的后花园啊。那个艺校后花园就是那些小朋友们谈恋爱的地方。每到那种晚自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一模一样这长的，就是没有海而已，是吗？然后那些小朋友们就会坐满这些椅子。那时候多美好啊，是吧？上学时候谈恋爱，我觉得是特别纯粹美好的，就是为了喜欢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的本质。对。哎，我们是从哪边来的？是这边吗？还是那边？是这边，我们从这边来。不对吧？完了，咱这就是说这边吧，向左，我们从这边来的。从这左拐再右拐，好吧？行，走走看，走走看。完了，回不去了。
好像这哪儿长得都一样。我来看一眼啊。他怎么在秦皇岛啊？这样吧，让他们给发一个定位吧。多尴尬呀。喂，姐。喂，安云。哎，给发一个定位呗。什么的定位？就你现在在的这个酒店定位，给发一个。啊，好好好。拜拜。酒店定位。他可能会出来找我。我们先往外往上蹭一蹭。好像翻来了。啊？不可能啊！咋了？他为什么在长沙呢？哎不对。要不咱们先往那个头走，因为一开始就是从头来的。啊。咋回去啊？哪条街啊？我发了一个这个，你能发一下你的位置吗？完了，尴尬了。还得让人来接了，哎呦，完了！啊，看到了，哎，哇，哇，哇，你好厉害！你怎么找到的？哎，在哪里？你俩是在前面吗？哎呀，我这手机太大了，我 ，sorry， 对不起，我跑去。你们睡了吗？咱明天早上几点出发呀？这通告怎么还不出呢？这化妆时间啥的，怎么也整明白呢？几点出发呀？哎呀妈呀，刚洗完澡，明天早5:30出发就应该行。5:30起还是5:30出发？5:30出发就代表5:30起，懂我意思吗？现在已经2:00了。啥？漂亮，咱还有2个小时。Thank you.
要起来吗？所以我就怕会有人起不来，而且早餐其实那天没有弄完，就索性就没睡。大姐，陆姐，走吧，走，现在往右，右转。哎，咱们那垫子没带啊？没带，忘了，一整个大忘记。昨天为什么你一夜没睡？小吴，你醒了吗？没醒，太早了。哇，这月亮好圆啊！看月亮，我是大月亮。哇，这月亮真亮啊！这根本就是晚上啊，这根本就是晚上，这根本就是昨天晚上还没，这根本就是昨天晚上啊。嗯，对，就是你别说，还是有点饿了，吃点饭也可以。来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有人或许想吃驴肉火烧吗？那臣妾真的做不到。上哪垫个驴肉火烧？梦里有。行啊行啊，好啊好啊。就在13个小时后，咱们还要一起看日落呀，朋友。对，明天太阳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目睹当中。咱们这一天好忙啊，是不是？太阳说，就跟我干上了似的，昨天。就死盯着我，啊，我来了，我走了。7个监督员，就这么盯着我，这一举一动。哎呦我的妈呀！乌鸦还嘎嘎叫呢，乌鸦还来劲儿了。嗯，哎呦，困死了。那现在我们是又一起看了月亮，又一起看了。我饿了，能吃饭吗？来吧，给我鸡蛋，鸡蛋有的。来吧，发饭了，先吃吧。先吃一口，还有水果。谢谢。哇，好丰盛啊！真想喝咖啡，热咖啡。还有热。拿一杯。谢谢。吃三明治，这是新姐做的，太好了。新姐最优秀了，优秀啊姐，这玩意儿你有手就能做啊。cool。 啊，好好吃啊，真的吗？嗯，好吃，好吃。本来想买现成的，没买着。哦。现在是5:58，距离日出还有50分钟，太阳会从这个方向升起。是不是？这是一个问句。不知道啊。不知道。完了呀，这边是西南呀。完了呀，这边是西南呀。是吗？对，这里是南边。那东在那边呢？日出在那边出吗？真的吗？是真假的？真的，武康下的指南针。
因为我脑子里也想，他拍，他弄这一排长椅，他是不是主要是看日落用？完蛋了，太阳不到这边，选错边了，看来。我们昨天晚上还特意来踩过点儿呢。我觉得你这点儿踩的完全没有那个必要。我们俩这个完全垮掉，完了，咱俩这就是一个滑稽的开始。没事儿，不较真了，不认真，咱就在这儿等着太阳从咱后边升起来。就在这儿看，回头看就行了。那他都升起来，从树上升起。对呀，太牛！要不咱们还是开车追逐一下？对，可以啊。醒就醒了，我开，走吗？完蛋，长蠕动了，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说我能不能回去一趟？6:12，我们现在走回去，开车，然后再找一个海滨线，有点，我就怕一会儿啥都看不上。大家想怎么样？是继续闪在这里，还是我们追逐一下这个？我们要不要开车往那边开一开？因为现在天还没亮，咱还有机会呢。走吗？我们是两位美女导游，咱们就服务于你们。走不走？我已经真的被兰姐感染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积极向上。要不要去？去不去？追一下好不好？走吗？走不走？走吧。都起了。去哪儿啊？去看车，去那边追逐一下，好像这边看不见人。来都来了。开车追太阳，快点！就往东南走。Let's go, let's go。小二回来能上个厕所。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前夜不忙，我后夜忙啊！太应景了，东边不亮，西边亮。真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太好笑了！太阳要出来了，我觉得。我就希望一会儿。大家可以快点上车，不然那路上就可能已经升起来了。我觉得可能赶不上跳出的那一下。我感觉也是，天边的白了。快来，妹妹，困是不是？嗯。我在犹豫到底是去追呢，还是打架哄不睡觉呢？这事儿还真的有点难办。嗯。其实有一点内疚，打了退堂鼓，其实我觉得拖累了大家，想让大家好回去睡觉。看日出本来是我一个个人的心愿，但是搞得大家都参与到这个里面，然后事与愿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回去上个厕所，我万一不下来，你们就不用等我走了啊。说看不到了，就是心里挺凉的，因为我们也是为此努力了嘛，就还是希望能看见。但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最终尘埃落定，都有机会。那去努力一下就能看见。那我们开车吧。Let's go。走，上车吗？往哪开？往东边。我来导航。Let's go, let's go。我这个年纪可能没有机会再来克罗地亚了，也没有机会让我再错过，所以我还是不能放弃。快快快，大姐，快，走。上车。来吧，朋友们。喂，哎，爸爸，你还下来不？我不行，我下不来了，你们去吧。啊，行行行，那我们就出发了。他拉肚子，他下不来了，行，那就咱们先走，咱先追日去。哎，让我们赌一把吧。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里能不能看得到。没事儿，走吧，放平心态。距离日出还有最后的20分钟。啊，还是有机会的。咱们先别放弃，万一能看见了呢？这里坐转，我的朋友。我们准备夸父追日了，是朝着那个齐天光的地方开车。Let's go， 笔直往前。别慌，所有的朋友们都不要慌。没慌。今天的任务就是让大家都看到日出。时刻关注我们的屁股后面，太阳升起来没有？太阳在我们屁股后面吗？好酷啊，那就是太阳看我们了。就是说，对，我们到了滨海大道了吧？对，好像可以。有机会啊，有机会，有机会，只要努力一下。
马上到了，让我们来赌一赌，兄弟们。赌。赌一手。您即将到达目的地。就在这个地方，往里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我觉得可以啊，把车停这儿，我们下去。有了，这是真的吗？谢谢你了，姐，下次 Let's go。Let's go。那边，快来！哇，哇，真不错呀！当当当当当当当。那太阳肯定是从那儿出来了，跑没跑了？今天整个日出方向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一定是会被山挡住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太阳从山顶上出来的那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石头上？地，到那个石头上，小心啊！这咋上去的？从那边上。哎，快来，快来，快来！一个一个上。来，大姐，大姐，你把包给我。走啊！当心啊，别掉下去。小心啊，前面。哇！快看，哇，这天空的色彩也太丰富了，好美啊，太美了。看见飞机拉线了吗？看见了。看到了。你就拿它当流星看吧。那许个愿吧。那边太阳出来了，大姐，那个山尖山。对，但今天有点阴天呢。姐，我觉得好像大家晚上应该不会再去看夕阳了。我也觉得，大家晚上还敢看日落吗？要出来了吗？出来了。啊！快看，快看，出来了！天哪！快看，好漂亮！还是有日出的，美丽美丽，哇，好美啊，大姐。对。这是另一种美，对，美啊，很美啊，妹妹，看到了，很好看，蛋黄的样子，大的咸蛋黄，嗯，还是流沙的那种，对，好看，好看。弟，回头给我看一眼，月亮还在吗？在，在。今天是正月十六，月亮好圆啊。见证了日月同辉。对。很有希望的样子吧。好看。好开心，努力一下还是看到了。好，不虚此行，崭新的一天开始了。耶。大姐开心吗？开心，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开心。给你们拍张照吧。来吧。一二三。来都来了，我觉得每一刻的呈现都是所有的努力，是让我感觉很踏实，很有这种互相可以依附捆绑，然后相互扶持，没有放弃是对的。追逐太阳升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蛮浪漫的，虽然可能有点小插曲早上，但是也是值得。跟太阳打个招呼。谢谢。超级超级浪漫，开着车追日出这个事儿，听起来就非常浪漫。我看见他们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大家能很专心的去等这个事情出现，等这个事情发生，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大家很想要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沮丧，但是等到太阳全都升腾起来的时候，
不好的情绪在那一刻好像都挥发掉了，我觉得那就是希望新的一天。我觉得我日出的这个心愿是圆满的。回家睡觉啊。两个导游赞赞的，赞赞真棒。辛苦了，不辛苦。我跟你睡。嗯，没事，我得再联系一下那水球，我再睡。啊，水球？对，那个。啊塞！哎呀，回信息了。大概在下午5点。和5点半之间去玩这个项目。转转的，你想、嗯、吃口东西吗？再出去。我想出去吃。好，换个衣服就走。这休闲一下，找个咖啡厅一喝，走到哪儿是哪儿，记点路就行，是吧？先把午饭搞了。亲爱的们，我跟你们芷蕾姐出门了啊，我们就附近转一转。你们什么时候醒了、睡好了，给我们发微信，好不？Open， 这是个餐厅。嗯，这不就挺好吗？这不就挺好吗，凉快儿。哦，这是一家专门吃墨鱼的餐厅。哦，哎呀，不错呀，看着。会不会贵？贵就吃吧，有菜单。点不了菜。为啥？为啥点不了？点不明白，咱俩盲点呀。咱俩看图点啊，就选这图里吃的。啊，说实话挺想的，但是有点不太敢，是真的。哎呀，吃吧，吃。完了啥？之后啥也不花钱了，留了干啥？我怎么有点心里不踏实呢？拍张照吧，大餐呀，给你一条这个。我不吃，我吃不了。哎呦，哎，你不要，不行，拿回来，这个绝对不能浪费。嗯，好吃。嗯，来，来，尝一口。太满足了，我已经。嗯，一会儿我请你啊，请我啥？饭呢？你请我吃饭。嗯，为啥呀？不为啥呀，想请就请啊。负担有点重呢。不重，我那有泡面有面条，我咋都能活下去。真的，实在不行就借。没事，有我吃的一口，会分你一口肉汤的。对呀，你还能不给我吃？50块钱根本就用不了，估计200-300块钱这餐都。我这个20多。两杯咖啡，我估计你那个比我的还能便宜点。我这是海鲜，我这个肯定便宜啊。嗯，我这个人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嗯，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钱放在那儿的话，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啊，我这点就不行。上大学的时候，那月那个月初使劲花，月底天天饿的，到处混吃的，人家吃方便面混口汤就这种，天天混，实在没招了，出去自己挣钱去。那时候自己老出去打工，打啥工啊？发传单呀，给人家电视台做兼职啊，给人拍照啊，我那时候就干这些事儿。真好，不靠别人。对，我第一次挣了300块钱，给我爸高兴的，拿个相框给我裱起来。对啊，可能就是那次那个经历，就是让我觉得就自己就可爱赚钱了，因为我觉得赚钱他们可开心了。我觉得那个经历是很好的。对，照顾别人。很幸福的，
家里弟弟妈妈都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有动力，就是他们不需要我的时候了，我就觉得哎呀，那我是为了啥呢？你在做导游的时候一定要拿出这样的心境。啊，还咬舌头了我都。可以狠一点，没啥大不了的。据说路透了之后，很多人希望说看我们俩掐架，要不拉姐你们给你演一段。怎么打得起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成熟，谁跟谁能打一架？演富豪呢？打得了？不行，你完了啊！退，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你把裤腿放下，我准备把你摁水里。他们今天来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聊过，我说带两个弟弟不认识，据说很年轻，很喜欢玩。我说如果他们在外边惹祸了，跟人动手了怎么办？我说我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上还是不上？哎呦，我老公说，要真到了动手的环境，说你要是拉不了的话，那就有啥东西就抄啥东西。说你当大姐，你得冲在前面。老公挺热血呀，说不要给东北老娘们丢脸。东北老娘们吵架不都是站在老爷们前面吗？咱四个东北老娘们，四个，我天，那不是老猛了？可以动动动一动。走吧，吃完了吗？吃完了，那我让去买单吧。多少钱？没呢，他一会儿出来。我有点瑟瑟发抖。来了来了，来他来了，他来了。咱俩要是吃了不够了，这不还有人呢吗？指他们，找他们买单。50 OK。50 OK。OK。51 signature for me。OK。你这国际知名度可以啊，姐。还行，就那么一混吧。International。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ll bring the change. Okay. 怎么给咱打个折？你让他呀？你咋不早说呢？啊，算了，来不及。走吧，海边溜达溜达，完成咱俩的早餐之旅。睡了吗？挺舒服哈，都是在演富豪呢。咱俩带个毯子来好了。哎，挺软哈。哦，有点凉哎，有点凉。你这是凉水的行？可以。What are you doing？ 好，那完了，姐，你完了。你准备怎么撂倒我？准备把你摁水。你把裤腿放下。你把裤腿放下。你不能那个撩完鞋你就撩啊！我撩完了就跑啊！快点撩啊！撩完就跑！我别闹了，别闹了！不闹不闹，玩一下而已，对，没啥意思。不闹了，别闹！别人看，你看别人看，以为咱咋回事了？给你摁水里，你不要离我太近，一起嘛！话筒不行，你不能把我放倒，录音会封的。你看，你看，他使劲的在那点头。好的，好的，疯狂的，好的。我要写一个字儿。你要给我拍张照呢，我给你拍。这啥呀？王，姓王啊，这个人。啊，你儿子？浓浓的母爱，看见没有？你才母爱呢！不是你儿子吗？谁儿子啊？他是谁呀？哼！看我。没，你这太浪漫了。这也快三点了，我觉得他们九点钟回来，睡到现在6个小时了，差不多了，是吧？我们叫醒了。有人起来了吗？你们还没有起床吗？你们想睡到几点钟呀？
3点了。Morning， 你换不换个位呀？有一点。Me too。什么时候出去吃？行。昨天度过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天，好舒服，开开心心的一天。回来了，姐。思念，我们可是去吃了个大餐，吃了须子这么粗的鱿鱼，哇，老香了。没事儿，我睡得也老香了。走吧，咱。招还没吃是吧？小招还没吃。小招还要多久？你们在这边走。你们一会儿就收拾好，来那边找我们就完了。行，你发个地址给我。行。哎，你俩要开车吗？怎么了？不开车，走。不开车，我俩走过去了。玉溪带了。带了。带了。嗯，一会儿见啊，姐。辛芷蕾。哎。我王新军的军字的那个大写是不是写错了？你写反了。啊！这可是。天哪！果然是睡不够。拼音都写错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这个王鑫 L 能不能先不播呀？我回头重新写一个，这真的有点交不了差。就是个傻子，我是因为没有睡醒。把老公名字缩写写错了。我跟他们商量这段能不能别播，他们不同意。秀兰啊，秀错了，秀错人了。我开始的时候写的是对的，后来觉得自己写错了，我就改了。你给改了，没毛病。我那个角度给你念错了，因为反正站成勾就回来了。哦，什么叫秀恩爱死得快？我这回真的是彻彻底底的感悟到。哇哦，我们两个美美的出发啦！先拿这个海边。喂，姐。Hello， 你们在哪儿啊？你们到了？我们已经走到海滩了。哦，我出。你等会儿啊，我马上上去啊。是不是有个白色大帆呢？我再往上走，稍等我一下。Hello， 来东西给我。这边全是 bar， 然后我们现在在楼下，楼下有很多餐厅。哇，哎，不错哎，我绝了绝了，这很美哎，真不错。姐，你看他拿那粉色杯子喝的，啥呀那是？我们可以买一个 share 一下不？我觉得可以。Excuse me, we want this pink bottom, this what is milkshake? Thank you. 就跟人家一模一样呗。一定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啊哦哦！哇！哎，好开心。Thank you。嗯，还有这样。嗯，不错。哎，怎么回事呢？这么好吃呢？嗯，好吃。啊，这个好吃吗？不，好，辣，好，很好吃。但是我的嘴巴烫坏了。哇！
好，我们一起尝吧。我吸了好久才吸上来。咋样 ？Oh my， 好喝，尝尝。好喝，你们表情为什么这样？尝尝，尝尝。哦，和想象中不太一样。还行。你俩多喝点。你俩多喝点。你俩多喝点。哎，蕾蕾跟那个大姐到海滩了。你装了啥石头啊？你不沉的，天天的背这老多。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啥呀？水杯、衣服、护照夹子、手机、化妆包，还有带的那些什么创可贴呀、啊，什么一个万用包。亲娘啊，他得有10斤。你们吃啥啦？好吃的，好吃的。叫的墨鱼饭吗？你们？嗯，这个面巨好吃，是吧？大家尝一下吧，好好吃。我坐这儿，那你俩挤这儿吧。姐子们，尝尝这个，来一人一管。都是这表情，第一口都是。哇，刚才过去一个帅哥。哪里啊？刚我在那站着的时候过去，我就这样盯着他，从这边看到那边。帅吗，姐？身材不错，那么高，胸肌，身材也好，长得也帅，简直了。嗯。然后背光膀子背了个双肩包，好 man 哦。好 man 哦，他不嫌疼哎，他不嫌累耶。我人都傻了。哎呀，真乐的，太乐了。但我觉得。那我觉得光膀子背个双肩包好奇怪。哎，就是因为刚开始我看奇怪，我就看了一眼，但是再一看，哎呦哎呦，腿长的嘞，有点东西，有点东西，有点东西。你乐啥？你乐啥？我没乐，我也没乐。然后看见一个老太太拄着双拐还在那儿穿比基尼游呢，然后姐说啊，穿比基尼啊。阿姐，我穿的保守。老太太拄着双拐都在那儿游呢。在那海滩上走，那我身材不好呀。你身材不好，我要有你这身材，我天天穿比基尼。我这身材哪有你好啊？你别闹了，你不要安慰我，没事儿，我经得住打击。你不是看过你身材很好啊？对呀、啊，你在哪儿看的？咱俩睡过。你不要乱说，什么叫咱俩睡过吗？你咱俩没睡过一个房间。哦，我咋没看着？你不爱我？他没让你看，没让我看。今天晚上给我看看。没法聊了，你们到底在？你乐啥？你乐啥？我没乐，我也没乐。给俩弟弟聊聊崩溃了呀，这帮姐姐们。那个，要不要复习一下呀？明天就要小考了。现在开始复习啊！你在这么快乐的时候提这个啊？昨天不说好国庆七天乐吗？那别忘了啊，明天就要小考了，明天晚上。你快！咱们水球的地儿在哪儿啊？就给你发那定位。是那儿吗？估计就是这儿。嗯，高估了我们了。我玩不了。没事儿，那边有浅的地方可以玩。好，那行。我是属龙的姐。属龙的怎么的？怕水啊？属龙的不能在浅滩玩。哎，因为容易被虾调戏。哎，咱们这水球可以玩多久？问问他们。玩到8点。可以玩到8点，一会儿我跟爸妈走了，我们俩去买吃的。8点玩不到，能不能？哎，会冷。你们俩能不能都别老走？能不能一起买呀、啊？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我怎么老消失干什么呢？当了导游就得。咱俩得做好服务意识。不用你们买，我不吃。他俩是表面上说去给他买东西，其实是找一个地儿最多坐。咱们这几个游客清静一下。谁说的？我俩去按摩去了。哎，那个摄影机一跟着他俩一走，买完吃的之后把东西往那一放，走吧，找地儿凉快凉快去，吹着口哨就走了。
然后回来假装很辛苦。哎，完了，火车，哎呦，真的，不能再当导游了。哎，我看那个冰岛有火山喷发，它这是不是得有一个季节啊？最短的喷二天，有的喷半年。妈呀，你看，哇，我看到了，九月底来还能看到火山喷发吗？下面还说了一句话，当你来看过冰岛的火山喷发，你就不会再为任何事情纠结了。那可不就是得去一趟吗？对不对？大姐说了，冲这句话也得去。那火山喷发危不危险啊？不，这太危险了吧，姐。危险什么？都是崩我身上咋整？你想多了，那也是自然给你的馈赠。给馈赠个大洞。给我馈赠一个大眼儿。你就当它是个胎记。笑死了。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一个享受岁月静好的 i 人。但人是多面的，电影朵拉藏不住啦。牙龈不适，状态不佳，云南白药牙膏帮助减轻牙龈问题，呵护口腔健康。云南白药牙膏，守护我的双面生活。那个安宇，我那个朋友给打电话了，他们在等着组团一起玩。走走走走走，你们先撤，我买单。新之来，哦，他又忘了手机。大傻子，你个大傻子，还没丢够50欧，花去拿一个手机还扔。我这不回来找了吗？你看你激动啥，一会儿就给你摁水里。哦，就跳下去了，看看看看，又来一个。哎呀，我现在就往里蹦。你蹦，这里一去。Hello。It happened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ere's no winner in this game. No win or lose. No. Okay. You're playing against yourself. You okay. Okay. Yeah. 安源，来了。走。走。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 Is this really all?
没说，撤回，撤回了一条语音消息。Don't worry, don't worry. 嘿，哎呀妈呀！好球，好球！我往近了打吧。啊，我终于看见球了，终于碰着了，这是。小心小心，咋了姐？ OK OK OK， 没有受伤吧？没有，磕到这儿了，是怎么回事？没有受伤就行。 Let's go， 起来。
认路吧，姐，认的，爸，爸，确定是这条路吗？哎呀，那我不知道，我怎么感觉不是这儿呢？走啊，走走走。他们知道路吗？就瞎走吗？现在是属于是。哎，我问一下，是不是这边啊？哎，陆姐。我错了。哦，哎呦，这边吧。那边也能到的。那咱比比谁先到行不行？不要。你们那边过去远很多。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风景。我跟辛芷蕾下午就从这儿回去的。行行行行。好。两个坏蛋。哎。你俩咋在这儿啊？你俩咋在这儿啊？这么巧，你们也在。你俩刚才为啥狗狗碎碎的？就是这一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俩刚吃了个冰激凌，没给大家买。什么？谁？怕你冷？怕你冷？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今天还有集体的晚餐吗？导游姐姐们？有有有。晚上吃一顿大餐，哇哦！我去洗个热水澡。好，化个小妆。好嘞，八点多左右你就去吃饭。好，洗吧。是是，咱俩摁一下鳄鱼，谁先洗啊？我忍不住要洗澡了，来吧。来吧。呼。洗澡去吧你。姐，看我今天这身穿搭怎么样？啊，这身真不错。今天的穿搭重点是紫色手机的多巴胺。不愧是时尚界的潮流搭子，是吧？但是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啊。过两天咱不还去冰岛呢吗？我这还查着地图呢。那我来查查天气。这早晚温差挺大的，还好咱带了厚衣服。你这身不拍几张吗？整几张。我都喜欢，可怎么办？那我就都收藏下来。小雷姐，你们好了没有？我们好了呀，等你们呢。我们也好了，走吧。走走。兰姐 ，Let's go。兰姐，哎，兰姐在这吗？不在屋了呗。不在呀。兰姐在哪儿呢？兰姐，兰姐我不知道啊。八姐呢？不知道。我找了一圈没找着你啊，姐，你在哪儿呢？我们在外面爹，你们好了，什么时候出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海边等你们。这俩人跑哪去了？真是的，这俩人。八姐突然群里说我们还得赶飞机，是啥意思啊？是他们要赶飞机，还是咱所有人要赶飞机啊？哦，他应该说着玩的。哦哦哦，是幽默是吧？你说完，让这句话更幽默了。哎呦，怎么有点凉呢？啥小怎么凉飕飕呢？你冷啊？你要不上去，我给你拿我那件毛衣。走，跟那破坏我的搭配，冷能忍。怎么那么开心？你给弄出褶了。哎，这啥头？我真服了，我真服了。可以，这很辛芷蕾。怎么辛芷蕾？怎么这么黑呀，妹妹？你问我的是这条路，还是说你啊？你说路。他俩已经去那个，已经在店里了，是吗？到底是在海滩还是在店里啊？就是在我们刚到的海滩。去那儿吃饭吗？不知道吃啥。我怎么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哇，我已经看到了。什么？小灯光。
本节目由德芙巧克力冠名播出，带上丝滑的德芙，传递愉悦的力量。本节目由醉酒赞助播出，开瓶醉酒，期待已久。本节目由云南白药牙膏赞助播出，白药守护好口腔，华少游学吃四方。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中国移动 5G 引领快乐出发。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折叠第五代，旅行实力派。上芒果 TV 搜花少同款，逛独家好物。那个小烛光的地儿是吗？是不是有惊喜？哇，我已经看到了。哦。哎呀，这两个女孩好可爱呀，那种感觉。来了，来了，加快点，姐，快快快点。我现在已经嗨了，然后我要奔跑。哇！嗨！哇！我来啦！哇！想给你们个惊喜。太棒了吧！哇！还有气球！你们也太可爱了吧！所以今天没给你们玩游戏。抱歉。哇，太好了吧，这也。哇。感动。哦。要哭。你再装，再装。哪装？没有装。这是谁呀？要向我求婚？哇哇，爱度爱度。辛苦啦！不枉费我的优雅，怎么会这么浪漫？Where people hurt people so they don't feel hurt. I found love in the loneliest city on earth. I remember winter nights. 这气球是你们用嘴吹的呀？对。那明天腮帮子不会疼啊？我们俩吹了气球，爸爸写了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嘞？每个人的愿望嘛。对，就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哇，辛苦啦！辛苦啦！好惊讶哟、哦！大家先吃吧，这都要凉了。披萨，披萨，太好了！这是大姐的饼。大姐的饼，我的饼终于给我画好了。先给我画饼。怎么了？不是吗？这有肉，哇、哦！给你们点的肉， Brilliant. 然后这有一个超级大的汉堡，哇哦！你们都在哪买的啤酒？就那天我们在古城不是分头行动吗？然后我们就想，不想吃到大家的时间，也想给大家保密一下，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趁那个时候去买的这些东西，在古城里面找的小店买。我觉得得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两三天吧，就是我们俩经常有点单独行动，就不是说不是跟大家一起玩，只是说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一直想说给大家一个惊喜。嗯，然后这个10月1号是国庆。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自己弄点东西啊，大家在房间里面。没有，亲爱的，我在想啊，11号我们不是到那一天吗？到时候我们找海边、比如说拿单子啊什么铺一下，我们一起就自制一个那种户外的那种小聚会。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这样属于我们自己小范围的团聚，你觉得好吗？可以。如果 OK 的话，天气允许办个。
Thank you。哎，你俩咋在这儿啊？你俩咋在这儿啊？这么巧，你也在。好会演。不是你们不是去那啥吗？你俩刚才为啥一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俩，就我们俩刚吃了个冰激凌，没给大家买。什么？谁？怕你冷呀？怕你冷？好好好好好好。俩人这狗狗碎碎的，狗狗碎碎。亲爱的啊，饮料在哪儿啊？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在楼上？昨天拿上去了吗？不是，拿下去了，在他们那儿。咱们得怎么拿走啊？那就顺着上去，直接偷摸拿下来。走走走。兰姐，兰姐波澜不惊。快走快走，姐你可真行，衣服一包还有一瓶，那只有在男生屋里了。 Hello。 嗯，你们屋里有超哥送的那个中秋节礼物吗？还有一瓶。给我那瓶吧，我俩在这儿先小酌一杯。我可以加入吗？一会儿等你洗完澡吧。什么？快洗呀洗呀快洗呀。你俩喝的时候叫我一声。好。哦哦哦哦。Surprise， 走 ，Let's go。哎呀，哎呀天，我俩这哪叫给惊喜？我们俩明明在偷东西。走，小伙伴们，我们去布置场地了。垫子真的是重啊！我头发都在我的嘴里，你还能拿得动吗 ？OK， 来干活了。哦，吹气球，快吹，吹起来！哦，我的耳膜。啊！我怎么吹不起来？绝了！哎呀，你看姐开往那走了哟，来风了哟！摸，来来来，我说啥来着？哎呀呀，你瞅瞅你，哎。啊，跑了！哎呦，哪去了？哎呀，你跑的还真远呢！等一下，嗯，回来回来回来，到我这儿了！哦，你有东西绑的，是皮筋儿。来来来，我们来弄一下这个不？那个你要撕掉吗？嗯，那你帮我烧吧，姐。别烧了你哦！哎，别烧，别烧，东西，没事，给我，我好怕。没事，别怕。我看看你这个能扯掉吗？可以了，没问题。我好长的线哦，我都给它缠一块儿，牢牢的粘住，别想跑。我们把大家的心愿写在这儿呢。可以。就是我们这次之行，对，每一个小球上都有他们的心愿。对，那个蓝洞，蓝洞，画一颗心，还有跳水，跳崖，跳崖不太好听，还是跳水吧。大姐的潜水。最关键的是在中间写个 happy， 好的，就我们所有的愿望都是希望
大家能够 happy。蓝洞，喝咖啡，大道，水牛，这都是我职业经验吧，是不是？对，哇，好感动！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晚餐。我啥也不知道，这路上说去哪儿啊？说你俩，你俩又没影了，你知道吧？我说这俩人哪去了？然后一瞅，哎呦，离老远，小灯闪烁。那你有没有感觉还挺开心的？爱度吗？我都同意了，你这谁跟我这么求婚，我也就差不多了。行了，别这么直接，别这么直接，容易生气也容易感动。我本来挺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俩人老消失，不知道去干嘛去了，一会儿说买点这个，一会儿说买点那个，我自己感觉哎呀，啥东西能比大家在一起玩还重要呢？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俩人在背后鼓秋这个呢，其实还蛮用心的，我觉得。又开心，又惊喜，又心疼。他们为我们准备惊喜，肯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就是那种女孩子之间很美好的那种感觉，很浪漫，然后又很可爱，但是又很心疼他们。就是玩，可能也没跟大家在一块玩得特别好，逛还得想办法怎么把大家安排好，然后怎么样趁机去买点这个，趁机去买点那个。我觉得小惊喜，可能是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然后也。棒的，我想那可能也是滴滴和千兰的一个心愿吧，因为他们一直很想给大家惊喜，给大家安排一次这样的半露营的一个野餐，我觉得他们确实做到了。来，感谢，辛苦了，辛苦啦，辛苦啦，我的兰姐，不辛苦，我们在一起就很快乐。谢谢两位导游。辛苦了。我在想，你们整个这些东西都错过了玩的时间，会有一点可惜。没有，就是会有一种成就感，看到大家开心，就觉得开心。开心，感谢。可能没有花多少钱，但是就是用心意去为大家做点事情。啊，感受到了，我的心被撞了。然后就想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因为每次我们聊天都很开心。就这样坐着聊聊天，吃点简单的吃的，然后看着你们玩完下午，回去洗澡，然后我们在这等着你们，就感觉很温暖的一种等待。这真的是属于女生的浪漫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披萨，啊，好开心！我最喜欢野餐了，倒没有晚上野餐过。picnic， 头一次，不错。好了，我突然觉得咱俩干得太次。没有，你们那样也很好。没有给大家准备好惊喜，真是完全没想到过这种。这就是很明显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差别。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你要做成像女孩子这样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俩有问题？这是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是什么呀？这里边是蛋糕。对呀，我突然有一个蓝姐，这还有这个庆祝啊？还有对，是什么？今天不国庆吗？想说买个蛋糕。好嘞，朋友们，吹蜡烛吧！哇 ，Happy！ 欢祝国庆，祝你生日，祝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再许愿，再许愿，许个愿！国庆快乐！不问过去，不谈将来，只求当下。干杯！国庆节的时候，你得说点跟那个我们的祖国相关的。那你聊聊去。今天是我们祖国欢庆的日子，哎，这得俩播音员说，来，你俩一男一女播一下，你俩一男一女播一下。当当当当当，预备开始。
一号机就位，二号机就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昭仪，我是主持人。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中国国庆节，华少团在海滩边举杯同庆，让我们共同欢祝这个特殊的节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有默契，好有默契，一个好有默契，真不错。有请有请的今天的天气预报员秦芷蕾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明日的天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我是对不起，我是天气，我是对不起。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新闻对不起，就是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起对不起。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学哈，真是我一去上去净对不起了，整不了。我是白云，我是黑土，我七十一，我七十五，我属鸡，我属虎。哎，什么来着？后边，他是我老公，这别唠了，他是我弟，他是我老母。真是老母。我年纪轻轻演你妈，就从此以后都接不了谈恋爱的戏了。就可以接，可以接。我二十多岁，我还演过吴磊的妈呢。哟，你演不了谈恋爱，赖我演你儿子。你是我第一个儿子呀，我就没有别的儿子了，我就戏里头。那我是你最勇敢的儿子呀。他做我最勇敢的儿子。我是你最。敢演辛芷蕾的儿子，你很勇敢，你是我最勇敢的儿子。咱玩个游戏吧。好呀。哎，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大冒险，那别让我逮着啊！那大冒险内容是回家，你现在跟我回酒店。回酒店我可不怕，只要你不说你回北京，我是不怕。想玩点就是动脑子的呢，还是不动脑子的？当然要动脑子。动脑子的，你脑子还在吗？还动脑子？但我脑子被玩动脑子，动脑子，动脑子。今天陆海，海陆姐她写了一个老公的名字，把勾写反了。什么？所以我跟她要秦陆海嘛，就是陆海，以后不要秦海陆陆，反着叫。玩一个我上表演课的时候玩的游戏吧。对，有一把武器，这把武器可以打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在场七个人中的所有人。持武器的这个人可以发出并跟棒两种声音。并棒，对，并棒，不管是发出并还是棒，这个武器都会到指向的那个人手上。然后如果这个人发出的是并，则没有事情发生，如果发出的声音是棒，那么指向的这个人旁边的两个人就要发出哇。明白了，你再来，我们玩两把就知道了。懂了吗，姐？如果输的话要喝。那不是奖励吗？我才拍过。无语死了。真的无语死了。来，我先开始好不好？现在武器在我手里。并。并并并并棒哇！什么？你们两个人就要喝？什么玩意儿？我们就喝？因为我棒他嘛。哦，你这么玩，你也可以并并并并并棒棒。你怎么玩的东西？啥呀？这没听懂。我也需要哇吗？你不需要哇呀？哎，那我就不用喝嘛，你只有海陆姐喝。姐要喝，但是你刚才手举起来了，所以你也要喝。啊，我退出。我退出，我不玩，我没听懂，到现在没搞明白。这个游戏其实是已经最不怎么需要动脑子的游戏了，这被嘲笑了，我们的智商被嘲笑了，有点。哎，你们听懂了没有？这很明白吧？没有。你看，我再解释一遍。我们啊，有这武器的人呢，就发出并跟棒两种声音，他可以对自己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发出这两种声音。然后他如果发出的是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个武器来到了他指向的那个人。但如果是棒，那个被指向的人旁边的两个人就要发出哇的声音。同时他也得到了武器。同时他也得到了武器。谁得到了武器？咚！棒！
谁是马邦德？我才是马邦德。谁得到了？我没听懂，是。我们换一个游戏吧。来吧，数都不是数个七了。什么？来说一下游戏。就是每个人先给自己起一个名字。不用名字。啊，现在没有名字，直接抢数也行。对，就抢数就行了。我说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抢数字，就一、二、三，但是只能按照顺序报。比方说，我喊了一，我就得喊。如果两个人同时喊到了同一个数字，这个人就要喝，然后只能喊到六吧，七必须得喝，好不好？大家懂了吗？大家懂了吗？哎呀，是一脸迷茫啊！秦洛海，秦洛海，来一遍你就懂了。预备起，一、二、三、三、四、五。哎啊哎还有五也要的，喝吧。陆姐，你要赶紧抢到最后，如果六说完了你还没叫，你就要喝。你们都说到六了吗？没有，但是因为他们 double 了，所以他们就喝。对啊，所以我不用抢啊。我觉得你们一定会 double。 你不信是吗？对。那来吧，一、二、三、四、四。他喊了，他喊了，有点小寂寞。小计谋，陆姐小计谋，天然日死吧吧。那我们现在是难度升级了，起名字了。起名字啥呀？起名字是什么？就比方说刚才他们两个人同时报了这个数，他们就得叫出彼此的名字，如果没叫出来这个人就要和钮咕噜心之雷。这是六个字。不行，五个字。钮咕噜之雷。我跟你说，玩最好玩的是咱们互相把名字串了。行，比如说我就叫秦海璐。行，你叫秦璐海吧。对不起姐，你叫谁？我叫赵昭仪。赵昭仪。那我叫辛芷蕾吧。辛芷蕾。我叫秦璐海。秦璐海。糊涂了你，信不信？我是秦岚。秦岚。我叫迪丽热巴。迪丽热巴。那我叫王安宇喽。我叫胡先煦。开始了，预备。完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开始，一、二、三、四。秦岚，你谁呀？你谁？是吗？在一块相处十几天，他就指着他，你谁呀？是谁来着？是谁来着？没有提醒，没有提醒。胡先煦，错了，我都叫完了。哎呀，天哪，真难。开始了，一、二、三、四、四。现在，现在。我把名字，那你是谁啊？你是谁？你看这就是我宝贝、啊，你谁来着？姐，你喝完了，很开始啊。等会儿，优雅的喝开水。是真的没有了，一直倒下去倒不出水。到底了。开始，一、二、秦岚。那个王宇，赵昭仪，我喊完了，我喊完了。忘了他谁呀、啊？你谁呀、啊？我胡先煦啊，姐。他是赵昭仪。把我忘了。赵昭仪，哎呀，换个名字。换个名字。换名字了，开始了。王安宇，赵昭仪。秦海璐。分了。辛芷蕾。你叫胡先煦。我叫秦岚。迪丽热巴。那我只能记住自己的呀。这就是游戏的那个游戏的精髓。对，重点。我就开始了，不多说了。一、二。你俩一起来，我们说，你说，我听着，我们说，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一下不能说，他在这儿了，你说出来了，他刚才绝对在这一下，你没有，刚才这不能算啊，就是，你这出怪音一，我打个嗝不行，我打个嗝，爽了，不玩赖不行啊，那你们规则没讲清楚啊，我不清楚啊。我打个嗝不行吗？一，两，那我三。哎，现在开始，重新开始吧。开始，一、二。迪丽热巴。辛芷蕾。迪丽热巴。辛芷蕾。啊，不是，不是，对不起。跟我玩这个，跟我上身体强度是吧？跟我上对抗了，已经。开始动手了。动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才脑子没了，刚才脑子没了。动手了，动手，用手了。没事，我今天做了一下你的脑袋。我觉得咱俩算平手了。平了吧，最早的事儿都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来一口丝滑的德芙，用愉悦犒赏味蕾。在10点多了，走吧走吧，收拾走。那我们收拾一下吧，来开始丢垃圾，垃圾都放在垃圾袋里。你从外边这个毯子直接一滚就行了，我这儿拿起来可以一包就行了。你这样围吗？不围我就拿着。拉在我这儿行。你拿着，走吧，走吧 ，Let's go。啊，我们回来了。掐一下时间，对，7:15出发，过去大概15到18分钟，然后得找个停车场，车一停，大家再走到那个海滨11号坐船，好吧，7:15出发，那就。咱明天下午就换导游了吗？明天晚上吧。明天晚上吧，就这么简单。嘴角不要上扬，没事。加油姐，加油啊，加油啊，加油 fighting。 大家明天一定要带防晒毛衣和泳衣。拜拜拜拜，明天见。我们明天再努力工作一天。对的，把所有的行程安排完。对的啊，回到房间是最放松的一刻。是的，要不然我很怕时刻都有这样那样的情况要去处理。OK， 懵了。哎，明天其实当时我们还交了一个钱，就是要一起出，那是第一个蓝洞。至少现在好像所有人的愿望都一一实现了。对对对。啊，怎么办呀？你说，不太行，怎么办呀？等一下，我听到胯骨响了，没事，想完就不想了。你不要笑，这多滑稽啊！你看，那摄影机都看光了。摄影机，不要这样拍。我可是很温婉的，不是这个东西。笑出来还叫，哎，好像没了，没了。OK， 哎，好多了啊。嗯，全在桌子上，现在给它收拾，没了。这点虫还解决不了他了，解决了，解决了。咱俩早点睡，明天准备。是的，咱俩明天要一个好好的收尾啊。嗯。姐，咱俩复习复习。啊！不要再复习复习。天天上学，好不容易毕业了，又上这儿上学。我自个儿复习会儿啊，咱我赚赚冰岛经费。回头我告诉你们是吧？行。真用功啊，你们真是个好学生啊！你们这学习好是有道理的。行了，姐，吃吧。明天几点，小黄？7:15出发。6:30起床。行。今天下水的挺好的。对，我有浮潜过。可以啊。人生体验一下就够了，对，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我们回回来海边都浮潜。我是在塞班，是塞班吗？哦，不是塞班，那是哪来的？塞，哎，不是塞班，塞班是哪儿啊？塞班是那个塞班，塞班，什么？你没有看过吗？是什么电影？就是那个人，他会说啊，没有没有，然后就哭，就是泰国那个，对对对，然后在周围扫班，扫班，大家可以睡吧，我来喽，三分。
妈！花儿与少年思路记，每周三12点芒果 TV 上线，每周四22点湖南卫视播出，会员尊享加更版等更多衍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 Let's go。 哇，不错不错，别整这紧张气氛！妈呀，这是算什么？今天的考场纪律维持的好很多。我觉得这回大伙都是满分来的。我那五分扣哪儿了？哇，我最低分啊！不啊？怎么回事？我人都傻了。这是什么？这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啊？接下来，让我们更换导游。他们要开始欢迎新任导游了。太吓人了！请大家关注每个人出来的行李箱顺序。那就凭运气了呗。我先跑，那压力上来了。Run！ 啊！花少剪刀手小红花榜，整花活上花榜。花少剪刀手征集令，等你开脑洞。更多二创征集活动即将解锁，敬请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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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背装满晴朗，出发去山顶晒月光。春天的列车就快要过站，你能不能快一点点赶上？白色的鸽子，柔软的海浪，甜蜜的说世界早安。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参与花少惊喜互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参与节目话题讨论，和花少团一起研学丝路之旅。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特别合作航机媒体云端杂志，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城市地标裸眼3D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潮流引力场大悦城特别合作，百度网盘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湖南天虹检票集团。